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破注》第一零五七页，一零五七页第一行，欲无疑惑。经文：涉入大火，不应疑悔。念老注解上说：涉入大火，这个涉是假涉，盖为倘因求法深入大火，也不应该怀疑，不应该后悔。当如弥陀因地，纵使身执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是为身心切愿。前面我们学过佛陀教导我们依教修行，千万不要怀疑。经文第一段劝我们爱要修习，第二段教我们令得不退，第三段愚见深得，第四段精进求法，现在这是第五段，用比喻显示没有怀疑，没有后悔。这个话了说得容易，真正不疑悔是非常难的一桩事情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没见到，不敢相信。那么我们在现实环境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，科学400年了，全世界的人谁不受科学影响？科学教给我们
第一个就是怀疑。啊，没有怀疑，就不能发现问题，就不能够寻找真理。啊，所以科学的理念，头个是怀疑。啊，第二个，拿证据来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证据。啊，在这一法会上，佛确实以他的神力让极乐世界显现出来给我们看。在会的大众都见到了。啊，但是这个是用中国人的记载3000年前的事情。现在人看到这是神话，这不是事实，他不相信，这就怀疑啊。啊，我们深深受到科学的洗礼，能不怀疑吗？啊，真正不怀疑的人，这是佛门所说的善根特别深厚的人。啊，那么这个人以佛法来讲，过去无量劫中多生多世熏闻净土，他才有这样的善根呢。接触之后，他就喜欢，不是凡人呐。啊，这样的人有没有呢？有，我就在前几年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信息，距离我们不远。啊，这个信息我没有详细把它记起来，资料有，我们这边有，啊，希望印发给大家。12岁的小朋友，念佛往生，啊，10岁小朋友，啊，他在7岁的时候。家人都学佛，啊，爸爸念阿弥陀经，小孩听在旁边听到了，问他爸爸念的什么，说念阿弥陀经，什么是阿弥陀经？他爸爸就把弥陀经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讲一讲给他听，他听得非常欢喜，他说爸爸，这地方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带我去？啊，爸爸告诉我不能。他谁能？阿弥陀佛能。那我怎么样能叫阿弥陀佛带我去看看？你天天念他就行了，他就真念。7岁念到10岁，念了3年。啊，第一天他告诉他爸爸，说明天阿弥陀佛来接我回老家了。10岁，要求他爸爸把家里亲戚朋友都请来看他往生。你看，这不是现身说法吗？啊，这个信息绝对不是假的，有名有姓，有地点有时间的。啊，可以去做调查了。不是一个人看到的，他的亲戚朋友都看到。啊，一听，爱，要，他。
它就产生了。啊，经上讲爱要修习，这经上这四个字，这小孩通通做到的。啊，他真念佛，那就修啊。啊，一天到晚佛号不离口，三年。啊，十岁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，没有生病啊，没有任何痛苦啊，说走就走了。这是假的吗？那我们要搞好多年，把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还得要找科学来证明。啊，我对净宗的深信不疑，得力于近代量子力学家的科学报告。啊，深信不疑啊！啊，真正相信了，万缘放下。对这个世间任何一样都不留恋了，人间天上啊，通通放下。诸佛刹土，无量法门，我就修无量寿经这一门。啊，全放下了。啊，我要是早年听到就相信，我非常羡慕啊。我为什么不相信？搞了30多年才相信。啊，像这个小朋友一听就相信，我早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不再在这个世间受这些罪业。啊，那么这个比喻，假使深入大火，这个大火就在我们眼前，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，整个星球上。啊，那个温度啊，比核子弹爆炸了要高好多倍呀！啊，核子弹到爆炸，那温度几千度摄氏度啊，那是很小的，不能跟太阳比啊！啊，太阳是大火，整个星球在燃烧。啊，遭这么大的难。他不退转，他不是信心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真正菩萨，当如弥陀因地，啊，法藏比丘时候发的愿，这纵使身执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啊，这个愿。度众生的大愿，那诸佛如来，弥陀特别慈悲，啊，我们晓得成佛了，证得究竟即果了，智慧神通道理样样平等。没有哪个多一点，哪个少一点，哪个大一点，哪个小一点，没有，完全平等。啊，但是诸佛在果地上，我们知道，他无明断净了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长寂光净土啊！起心动念呢，是菩萨了，不是佛了。
不起心不动念，完全平等。为什么阿弥陀佛特别？诸佛如来赞叹大师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那成佛之后平等，成佛之前可不一样。我们看到法藏因地啊，因地特别慈悲，别的佛没想到，只想到近距离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周边啊，没有想到啊，全宇宙。法藏比丘想到了，啊，看到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，有十法界，有六道轮回，轮回里众生特别苦，他发了个愿，要救这些众生，不但救自己这个国土里头六道众生。他发心的是要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，其他的诸佛如来在因地时候没想到啊，疏忽了。到成佛成化身大士的时候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他就不想了，没得想了。不起心不动念还想什么啊？那么这个事情被阿弥陀佛想到了啊！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净土，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跟一切诸佛设法界不一样啊，设法界是心心设变，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华严经上讲得清楚，华藏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，这两品经文是科学，是哲学。啊，宇宙怎么来？怎么发生的？啊，不是大爆炸，大爆炸讲不通啊！啊，唯心所现，这个心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。啊，真如自性，能生能现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这一句话就说明，这万法要从哪来的？自信所生所现的。那么，自信所现、所生所现是法性土，是法性身。法性不生不灭啊！我们十法界六道轮回身根土都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不是自性啊，自性是不生不灭的。那生灭是什么？生灭是阿赖耶。佛说了，阿赖耶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啊，从无明就生三细想，三种现象啊。第一种自然现象，业相；第二种转向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科学讲的性息。啊，就是起心动念念头啊，我们讲精神现象
啊，心理现象。啊，第三种呢，无知现象。这三种现象把整个宇宙都包括了。啊，一样都不漏。啊，不能超过三种之外。叫阿赖耶，阿赖耶能变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啊，一定要知道体本体是法性，本体没有生命，现象有生有灭。啊，阿赖耶没有办法变本体，它只能变现象。啊，这个跟近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居然呢是相同的。啊，这个问题佛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总是有怀疑。啊，看了科学报告，这个怀疑消除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真的被科学家揭穿了。这宇宙的奥秘被他揭穿了。啊，完全揭穿是物质现象。啊，那么现在多少人把那个目标转到精神现象念力啊，你看现在书店里头很多研究念力的能量，念力不可思议啊，这类东西很多了，这起心动念的啊，这是阿赖耶第二种现象了。那么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从念头来的。啊，科学的报告说得很明白。啊，所谓物质现象是假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物质现象是一种幻觉。啊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是什么？是念头产生波动的幻想。如果是一念里面这个幻想，你决定没有感觉。啊，要累积许许多多幻想纠缠在一起，哎呀，你看到好像有个东西。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啊，我们不要相信眼睛。眼睛靠不住啊，把这种生灭的幻象以为是真的，这是眼睛看错了啊，耳朵听音声听错了啊，没有啊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，这佛经上有的物质是什么？啊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讲无蕴皆空，跟观世音菩萨看到的是相同的。啊，心经上我们念到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。啊，用他的智慧观察无蕴皆空。啊，观音菩萨没有细数。弥勒菩萨可说得详细了。弥勒佛问弥勒，佛跟弥勒的对话，实在讲就是叫我们听，我们听了开智慧，开窍了。啊，佛问弥勒，是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心里起个念头。啊，你知道你起了个念头。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是也啊，这是经文，这里头佛问了三桩事情
啊，这一念里头，凡夫的一个念头里头，有几念？那有几个念纠缠在一起？就这个意思。有几个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；有几个识，识就是受想行识，这五蕴。啊，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坛子，一坛子有32亿8000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讲多清楚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只要是物质现象，通通有受想行识。这句话古音全说出来了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是佛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看，科学证明了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大乘经上常常看到，这都是说明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，心理现象从哪里。这个心理现象我们叫妄想，就是念头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它的生灭的时间太短了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乘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微细念头？320兆。这320兆个念头纠缠在一起，我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还是太细了，我们觉察不到啊！今天科学对时间计算单位是秒，一秒钟。我们能看到一个概念，看到一个现象，大概半秒钟还能看见，不清楚，半秒钟的时间，再快呢，再快看不到了。我们坐高铁。高铁的速度，1个小时300公里，它在这个速度上行驶。我们看路旁边的电线杆，你能不能看到？知道有这个东西，一下过去了，一下过去了，一下过去了，没看清楚。这样的速度，我们就不信。如果那个地方站的是人，你会看到一个影子过去了，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你们也看不到它的面目面貌。那么速度要是减一半，150公里这个速度能看见吗？能看见电线杆，能看见人，看到这个人能看见。所以生灭的频率太高了，没感觉那么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我相信年轻人体力很好的，至少弹5次。那五再乘五，乘五，320兆再乘五，1600兆。一秒钟，一秒钟，1600兆次的生灭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生灭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所有一切法，通通在这个频率之下，你所看见的，你所接触到的，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我们走进这个门来，在这坐了
半个小时了。这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每一秒钟前后不是一个现象啊！不要以为是自己，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，第二个念头又是一个画面，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，哪来的我？完全是个幻象啊！科学家把这个秘密揭穿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无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为什么佛法入门要求第一个要把我执放下？我执不放下，入不了佛门。换一句话说，宇宙的真相你永远没办法了解。科学是用数学，是用精密仪器来观察，发现。佛没有用科学，没有仪器，也不要数学，用什么？用定功。甚深的禅定，禅定当中看到宇宙现象的生命。自信本定，慧能大师全说出来了。他开悟之后，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他用五句话来描绘。第一句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自信是清净。第二个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没有生灭现象。阿赖耶识，你看看有生灭现象。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。这在我们眼前呢。第三句话说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师尊说过一句话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那就具足什么？具足智慧，具足德能，具足相好。智慧、德、能、相、好，样样具足，没有一样欠缺。为什么？他能生万法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万法通通具备在你自信当中，是你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外面心外无法，心外没有一法，一切法通通是心现的。佛法所求的回归自性，就成佛了。回归自性呢，证得大圆满。自性起作用，就是现万法。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，现的时候能生万法。第四句还是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是真心，真心是本来不动的，就是自心本定。佛教我们入定，定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就回归本无动摇，自性本定。回归自性本定，就证得究竟的果位了。没比这个再高的了，这叫无上真等成就。这个时候你才有能力，真正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像自己一样
回归自己，真有这个能力。可是那个众生要跟你合作，不合作帮不上忙啊。释迦弥陀都想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听啊，我们跟他唱反调啊。我们不相信他，对他有怀疑。没有依教奉信的，不合作。你看十岁的小朋友合作，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给诸位说没有年龄啊，年龄全没有了啊，也没有这个几岁几岁没有了啊，年月日没有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啊，所说的多少界多少界的事，那都是方便话，随顺众生的错误概念啊。佛说的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念头了啊，那个世界永恒没有变化啊，无量寿人都是年轻的，他没有衰老吗？这不生不灭。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极乐世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人就不老啊，无量寿人永远年轻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好，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如来在讲经教学啊，在普度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整个宇宙就好像缩小在身体上，在身上能看到整个宇宙。那每一个往生的人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他是平等世界啊，相貌都一样。那会认错人吗？不会认错，一个都不会认错，个个都有圆满的神通。啊，而且你有能力看出每一个人，啊，过去是无量界，你在轮回堕落的情形，统统看到。啊，业障怎么消？怎么觉悟的，怎么成佛的，全知道。啊，成佛之后，样样平等。是佛法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，我们讲毕业了，成佛就毕业了，没有成佛就不能毕业。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，要无量劫，生生世世。学得很苦啊，到极乐世界一生只有乐没苦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转八十成四智啊，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它就透出来了。那还有问题吗？啊，极乐世界六乘说法，所以教学为先呢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极乐世界那么样美好，怎么成就的？阿弥陀佛天天在教，没有一天不讲经教学。
啊，十方世界一切如来都在劝大家求生净土，啊，劝大家心愿持名，众生无量无边的，无数无尽的，有一些善根深厚，听了就欢喜。啊，我们还算是幸运。佛菩萨帮助我们延长寿命。啊，如果不延长寿命，我的寿命45岁，45岁死了，啊，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甚至于堕得边地，为什么？还有很多疑问没解决啊，心里头带着疑惑，就非常可能到边地啊，到边地也好啊，期限只有500年，我们人间500年啊，不会超过500年，500年之后一定会忏悔，会回头，那就入品了啊！所以边地也很难得了啊，也值得兴奋高兴的啊，不会退转的啊。我们这么多年来，这延长寿命这么多年来，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明白、搞清楚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这一不怀疑，精力、时间通通集中，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。啊，一切经里面，你们要问，我选择哪一部经，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。我只选择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我选一部注解，华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啊，这本子我就够用了。它保证我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无量无边的法门自然就通达了。啊，很自然的就成就了。啊，我不再走冤枉路了。啊，我只是一条直路，直通的。啊，直通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真的涉入大火，我也不会怀疑，也不会后悔。啊，大火能不能烧？不能烧。会平安通过，你们相信吗？啊，我们想到，如果这速度加速度加到1秒钟，1600兆，这个速度啊，火不能烧，它很顺利通过。啊，可以说从太阳这边下去，到太阳那一边出来了。啊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漂。你要真相信它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身心契约。啊，我的信心、愿心绝对不会动摇，绝对不会退转。啊，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第六段，真舍所依，啊，问什么缘故？何以故？彼无量意诸菩萨等，借喜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
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，自己提出问题来解答，啊，教导我们。所以何以故？为什么？是世尊自问自语。其下呢，从正反两面深邪其意，正者如菩萨往生品里面所说的，那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皆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信受奉献，牺牲敬奉，啊，都往生了。啊，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，啊，普通菩萨还没有这个觉悟啊。入这个法门，那就快速成佛了，啊，它是一个快速通道，快速到菩萨都不敢相信，啊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，根利的。当天就花开见佛，就成就了。啊，根性差一点的，还得要听经，还得要修行。啊，听经好啊，不中断。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中断，每一天吃饭中断，睡觉。中断，啊，升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，不要吃饭了，多麻烦呐！不要睡觉了。极乐世界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，所以没有晚上。啊，气候非常适宜，不冷不热。啊，身体干净，一尘不染。极乐世界没有微尘，极细的微尘都没有，找不到。啊，微尘，十法界有，六道有。啊，十宝庄严土里头没有微尘。啊，连方便有余土里头都有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离开第八识，只要跟第八识挂钩，就有微尘，就有染污，就有高下。啊，摆脱了阿赖耶，真心现前。真心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它就现前。啊，所以真正明白、搞清楚了，我们从现在开始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为什么？真心与极乐世界相应，妄心与六道轮回相应。啊，我们不想再在六道里头待下去了，我们要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，我们这次到极乐世来。
啊，行思带着我，整个环境看了一遍，啊，大家看得很欢喜。啊，很欢喜，怎么起贪心？这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。你要是真的爱上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要知道这是假的呀，这不是真的呀。我们把它当作旅馆看待，住两天走了，啊，没有丝毫留念。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见道场？见道场就有人起贪心。啊，世尊一生不见道场，啊，一生过游牧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大家没有贪心呐。啊，现在庙盖大了，盖得这么庄严。进来的时候，个个都不想走啊，这舒服啊，这自在啊，永远搞六道轮回啊！啊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什么？斗争坚固啊，内部起哄啊，到内部起哄就完了，完全造地狱业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还有这种诱惑，就远离。啊，这是最聪明的人，决定不干。啊，今天我是年岁大了，也没这个福报。啊，我如果要是今年四五十岁的话，我会干。啊，我建一个道场，建什么样子？用蒙古包建的。啊，建一个大殿，在当中供佛的，讲经教学用的，居住的地方疗房全是蒙古包，蒙古包是帐篷啊。啊，那个什么不会起贪心，一个蒙古包大概只可以用，啊，一般是。3年，啊，保养的好的话，可以用个5年，啊，很便宜，5年再换个新的，啊，一定要我们对于此地五欲六尘的，啊，这些贪念要断掉，啊，引起五欲六尘的贪念，这是魔的道场。不是佛的道场，啊，魔就喜欢你在搞六道轮回，佛是希望你脱离六道轮回，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说明，无量的诸菩萨都想求极乐世界。净土法门，啊，对于这个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，就是依教奉行，啊，把这个里头理参透，方法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这就好啊。我们接着再看幕后一段，菩萨难得语文一句。这从反面的啊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了，这话真的一点不假，也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菩萨想听这种经，他不知道啊，想怎么想呢？能有一个快的方法。让我赶快成佛多好啊！不知道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啊，我初学佛，
刚刚接触啊，方老师给我上这个佛经哲学这个课程啊，他老人家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就是佛经哲学啊，我听了真欢喜啊。啊，没有多久，大概两个月的期间呀，两个月之后，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这是一个专门学佛的佛学专家，啊，老师是研究哲学的，佛学是他的附带里头的一门，啊，佛法既然这么好。我能够遇到一个专家很难得啊！我们第一次跟张家老师见面，我第一个问题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！我说我现在知道佛法是高等哲学啊，是大智慧、大学问啊！我向大师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很快？其如境界，我就问这个了。啊，这个问题还想很快进去了。张家大师听到我的问题，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啊，他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看着他，我等他开始啊，看了半个多钟点呢，一句话都没有啊！啊，半个钟点之后，说了一个字“有”，我在等了半个小时了，等到一个“有”，很高兴啊，马上就振奋起来了。哎，他又不说话了。啊，又等了七八分钟，他才说六个字：“看得破，放得下。”这种教学法在现在行不通啊！现在提出问题，半个小时不打，人跑掉了。啊，我还算不错，还有耐心等。啊，十几年之后，我才明白了，我们年轻啊，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教他没用处，耳边风，必须等待，把那个浮躁统统安定下来，他才说话。啊，他是等我把浮躁放下。当时不晓得，啊，可是我很有耐心，我很用心在等。啊，那么它是个有，我们心一动一沉，浮躁就现起来了。啊，再过七八分钟又定下来了，告诉你。啊，我一生遇到这样的老师，用这个方法教我。啊，我听了，好像是懂了，实际上没懂。啊，因为他对初学嘛，对佛法一窍不通嘛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直观，要用直观来给我讲，讲几个小时，我也讲也听不清楚。你看，他用善巧方便，啊，把直观的用六个字。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得破是观，放得下是知，容易懂啊。我接着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从哪里落实？啊，我怎么样下手？交给我布施。啊，怎么布施？布施什么意思？
他给我讲三种布施，那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第一堂课，布施就是放下，放下，你才能生智慧。你就能看破，布施帮助你看破，看破之后再帮助你放下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两个相辅相成。戴大师头一天讲过，他举比喻，比如上楼梯，他的房子是两层楼。你不放下下面一层，你就不能到上头一层。一定要放下才能够往上去。等觉菩萨，这是以后放下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，他才能到妙觉。才能够真正回归到常寂光。他要不肯放下，常寂光永远没分。第一天我离开，大师送我到门口，告诉我，我今天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学六年。我真听话，真敢。自己那些爱好的东西，以前不肯布施，很吝啬。现在要学布施。喜欢的东西，人家喜欢，我可以送给他。在从前是办不到的。他告诉我，越施越多。那个时候讲财布施，我们刚到台湾，是个小公务员，收入非常有限。仅仅够自己，还过个非常节省的生活，哪有钱布施？大师告诉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说一毛可以。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钱很勉强。他告诉我，一定要有布施的心。布施的事随分随力。遇到有缘就要修布施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星期假日常常到寺庙去，寺庙有法会。放生，人家拿个布来捐钱，一毛两毛也行，多少不拘。我们就开始学布施，还有印经的。大家集资去印经的。这两桩事情我做的最多。但是布施的钱顶多一两块钱。他们接受我。真的以后。越施越多，现在居然呢能布施一个大学，强地玛法师在斯里兰卡建龙溪佛教大学，全部预算多少钱？他告诉我。2500万美金，我全出给他了，还有多的。我布施63年了，越施越多，钱从哪里来？不知道。
啊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不晓得。啊，因为他要建学校了，我到银行看看还有多少钱，没有想到真够他的。啊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我自己以为啊，大概银行里头啊有个3000万港币啊，没想到一种，我自己都带了，怎么会这么多？我说佛菩萨加持，佛送来的，啊，给他建大学。啊，几个月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我现在非常有信心的，啊，下面一个大学，宗教大学，啊，钱从哪里来？设法来的，啊，早年台湾支援的最多，啊，现在全世界。啊，全世界是以大陆支援最多。啊，有不少企业家常年听经的，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啊，赚的这些都做好事啊，而且最欢喜的是越施越多。啊，他真肯布施啊。总要把这东西讲明白、讲清楚、讲透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多快乐！啊，佛教大学为全世界佛教培训、弘护人才，啊，宗教大学为团结全世界宗教，啊，我们在倡导宗教回归教育。宗教互相学习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希望宗教徒都能够联手，啊，化解社会一切冲突，啊，带动社会走向永续的和谐。啊，这对是人类贡献就大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这十几年越做反应越好，看这个事有希望能做得成功。啊，真正的好事，我们不为自己。啊，大学建好了，啊，他们要我做校长。不行，我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快90岁了，还搞这个事情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我说谁做校长最合适？请总统见校长。啊，我写信给总统。啊，我说我什么顾问、什么名义，统统不要。啊，我与这个根本不相干。学校要给我建宿舍，我不回来住，一个晚上我都不回来住。啊，不为自己，名闻利养全不要。我说我可能会在你学校当一名教授。啊，我教什么呢？我教无量寿经，我就教这一门功课。啊，这部经要多少个学分呢？我们现在标准的这个时间是1200个小时，啊，2个小时是1个学分，600个学分，1年教完，啊，我说我只教1年，啊，马来西亚汉学院我教1年，啊，这个龙溪大学我也教1年，啊，我就退休了。不搞这个了，念佛去往生。
啊，过去这十几年，我在国际上建立这些关系，希望年轻的法师来继承。啊，这条路已经铺好了，希望大家走。啊，真正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。啊，化解冲突，世界和平有指望。啊，这个会起很大作用。啊，当然，我希望国内跟台湾都能进有这个汉学，真正的在汉学上做功夫的人。啊，在台湾，极乐寺可以提供学习的场所。啊，这个建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这个道场没有金蝉佛寺，没有法会，啊，是学校。啊，那么现在有一个大讲堂，可以容纳1000多人。啊，有一个教室，可以容纳300人。还有容纳50-60人的教室啊，好像有5-6间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应当可以培训50个人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学习，场地啊够用，啊，有50个人就不得了啊。中国传统文化真的能兴起来啊！啊，每一个人专攻一样，啊，学哪些东西呢？儒家，唐太宗选择的66门功课，我们就学这些。啊，这66门功课就是群书之要的来源。群书之要是从这66中选出来的，每一个人学一样。学佛法大乘经教，专攻一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条件要有戒律，没有戒不会有感应。前年过年，国清法师到香港看我，我们分手30年没见面啊。那个时候见面的时候是在台中，李老师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，啊，招收8个学生，啊，都是大学毕业的，学习期间是4年，就办了1届。这个缘起是美国沈家珍居士，啊，寄了一笔钱来，请求老师培养弘法人才。啊，换台币是300万，台中联社人拿了100万，一共400万，4年，啊，培养8个学生，8个当中有2个女生，女生老师的条件是，一生不结婚。啊，一生为佛教服务，奉献给佛教。啊，2个，现在8个学生都在。啊，只有他一个专攻戒律，
三十年就在这一门，一门深入，他变成全世界戒律学的顶尖。你就想一门深入的重要啊！一生不能搞两样三样的，两样三样吃大亏呀！你一生的时候专搞一部阿弥陀经，三十年你就变成活的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经你讲的滚瓜烂熟。啊，成为世界第一。我们今天是走这个道路。啊，所以马来西亚的汉学院，我招研究员。我这里头没有教授，没有学生，为什么？没老师。啊，欧洲的汉学，我去参访过，变质了。啊，我们要的汉学，是学了马上管用。啊，真正能够帮助社会、帮助国家、帮助全世界为众生造福。啊，不是学这个学术啊，没有办法落实到生活，这个东西我不学。啊，我们学的一定能做到。佛家讲的信戒行正，啊，与信戒行正不相应，学它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唐太宗这部书《群书之要》管用，啊，真实智慧，超越时空，啊，3000年前古人所讲的东西。那个时候用得上，现在还用得上，3000年之后还是用得上。啊，它不变质啊，在中国能行得通，在外国能行得通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行得通。啊，所以21世纪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，是中国人群书之要的世界。啊，这个要让外国人呢相信的，让外国人放心的。啊，中国崛起了，不会欺负外国人，对整个世界只有好处有利益。啊，过去外国人欺负中国人，中国人不会报复，不会冤冤相报。啊，让他们放心，我们大量。啊，来流通群书之要，把这里面65种东西讲透、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让全世界人大家都来学习，天下一家了，整个地球是一家人，这个家庭会兴旺。啊，全球太平盛世就出现了。我们干这个事情啊，啊，那么现在第一个翻成英文本，啊，接着呢，我们希望联合国要求的6种语言，我们统统翻。啊，这6种语言有英文，有中文。啊，有法文，有西班牙文，有俄罗斯文，有阿拉伯文，啊，这些文字呢，都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学习，啊，占多数，啊，我们要用这6种语言，把群书之要翻出来，流通全世界，啊，
我们需要老师，就我们积极培训的群书治要的老师。啊，老师没有人教怎么办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开悟了。我们用佛的持戒、得定、开智慧，走这个路子。啊，应戒得定，戒就是规矩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就是戒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就是戒，一定要遵守。啊，不要去想他的意思。一遍一遍念，念熟透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定什么时候开悟了。啊，要熟透，透到什么？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就得定，定就开智慧，开的智慧跟原书著作的人意思完全相同，真理呀。啊，一切经都从自性流出来的，见性之后没有不通的道理，这一经通了，所有一切经全通了，事出世间法都通了，叫智慧呀！啊，不是求知识，啊，西方全是把智慧变成知识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到欧洲去看汉学。通通变成知识，啊，他们研究的这个理念跟方法，把中国汉学当作中国古代文化来研究，啊，与现前这个时代完全脱节了，啊，这个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跟他们谈，跟他们交流。传统文化今天管用，他们非常惊讶，现在还管用，真的现在管用。啊，我们带去的《全书治要》360的第一册，翻成英文的给他们看，啊，他们也非常欢喜，觉得这种管用，啊，几千年前人写的东西现在管用。啊，那么英文翻译本第二册，大概最近这一两个月可以出版了。啊，我们相信要用5年的时间全部翻出来。啊，我们要送联合国。啊，联合国每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，我们都送。啊，希望他们先看，看到欢喜，我们大量赠送。啊，也希望他们翻成他们本国文字。啊，看看世界上这些动态，我们会生欢喜。啊，印度尼西亚。回教国家，他们教育部里的高级官员，大概是个司长，主管中小学教育，啊，到香港来看我，啊，告诉我，他们已经将《弟子规》翻成马来文。啊，今年有计划在全国中小学推动，啊，成为中小学主修的课程。啊，来问我怎么教法，多少学校来推动？全国有15万多所学校，啊，要归他管。印尼是岛国，有10000多个岛屿，啊，大岛2个，苏门答腊跟爪哇，10000多个岛屿，
15万多所学校，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人，怎么培？没办法培训的。他来找我，我给他建议，我让他先到澳洲去考察。澳洲用远程教学，澳洲地大人少。所以学生上学很困难，没那么多学校。用电脑教学，用卫星教学，不是，你应该走这个路子。国家首先培养《弟子规》老师，培养100个人。我们要精，不要多。最精的选出120个，让他们讲学、录像。录像做成光碟，这光碟给送到学校。收不到卫星的，用这个方式；能够收到卫星、收到网络的，就收听播讲。那么这些老师。除了自己进修之外，可以归教育部来统筹，让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去考察，督导，专门督导这门课，看他们的进度，纠正他们的方法，考核学生的成绩，只有这个方法。印尼回教大学校长来看我。告诉我，他们今年想在大学开办一个汉学院，好事啊！我跟印尼建立有很好的关系，他们这个继任的总统。跟我都见过面，过去瓦西德那个老总统跟我是好朋友，他在世的时候，我常到印尼去，后面梅加瓦蒂跟现任的总统尤托都见过面，能推动。中国的汉学，好事情啊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，他们人口有2亿3000万，这一带动啊，将来可能南洋首先影响。马来西亚现在建立汉学院，我们来推动。我想东南亚会有一定的影响。日本，我也希望日本能够有汉学院。前首相鸠山夫妇2次到香港看我，我都是劝他搞汉学院。还有韩国。他们学，他有基础。他们传统的就是中国文化。韩国是非常可惜，他改了新的文字。他要不改文字，他过去完全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，那就太方便了。所以在这两个国家地区恢复汉学不困难。台湾要认真努力，要不然将来在别人后头。这是我们没想到的。周边呢？对汉学
有这么顺利的环境。幕后这段经文，从反面说，我们看注解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。我们多幸运，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得到这部经，多少菩萨想这个法门，想不到啊，没听说过啊。下一篇经中啊，又说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无上菩提，是从反面劝我们有坚固的信心，这很重要啊！能够听到，确实稀有难逢。幕后总结全经，慈悲祝福，预言是故如等，应求此法。这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因为上面讲的这些事实真相啊，这个缘分得来真不容易。应求此法，这一生决定成佛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第44品，受菩提记。前面黄念老有个简单的提解，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可判。这个慈州老法师已经往生了。这是在大陆上学戒律著名的一位老法师，灿云法师是他的学生。我跟灿云法师住茅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30岁，灿云法师也是属兔的，大我一数42岁。他大我12岁，茅棚里面挂了有一张慈州法师的照片，他的老师无量寿经刻盘，我真的正好带着有一本这本书，这个刻盘呢就是慈州法师写的。这是莲老最初汇集的原本，以后经过修改，这是3年成就的，会有3年成就这本。现在我们有这本子10年，他改了好几遍。这个本子37品，现在我们用本子48品。我编这个刻盘参考慈州法师的。里面有不少用他的课题。比他分得更详细。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机为权。这个课题用得好
啊，其一为能言说本经者，言是依教奉行的人，说是弘扬这部经的人，啊，信心不退，即得受记也。谁受记？如来受记。这一品就是给这个法师受记的。啊，以此普劝法师及大众，此老之盼，其何尽之？啊，那么这一品经，我们就不能够啊等闲视之。啊，年老这个此老之盼，黄念祖居士给我们作证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品的科判受持不退，无疑一劝。受持就是法师啊，无疑呢，这就是得记啊，你得到受持啊。本品初说明啊，说法的理啊，明是明显、明白、明了说法的理了。如果说法的人多，应该在现在台湾不再有障碍了。啊，李老师当年将这个本子给我，啊，是他老人家在台中法华寺讲的底本，他把注解写在眉注上，就是写在经书上。段落，我们讲扣盘，一段一段都勾起来，分得很清楚，啊，也都注明。我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，啊，我跟他那么多年，他的东西我看得懂，啊，所以我在国外用他的眉注讲过十遍，啊，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。老居士把他这个注解送给我，他带到美国的注解是刚刚完成，还是未定本啊，油印印啊，不是拍板的，油印印的，我带回台湾啊，拍板。印了一万套，啊，一万本精装这么厚一本，印一万本，那是他的注解第一次出版的，啊，后面呢他加了很多，修改了一些，啊，所以看我原来印的本子就统统看出来了，就明了。啊，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讲啊，我看得真欢喜啊，我在台中听老师讲无量寿经听过一遍，是康僧铠的本子，不是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他只讲了一遍，应该有人反对啊，所以他就没有再讲了。那么我想讲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个本子有争议，你现在不能讲，啊，你的声望地位抗不了那些老和尚，别找麻烦。啊，那一年正好是韩馆长50岁生日，他印了3000本，啊，我们本来想给他祝寿的，
就李老师不答应，以后我改讲楞严经，那这个本子也就结缘了。啊，老师往生了，我到美国，住在加州，我把这个本子带到那边，带到美国给大家看，每个人看都欢喜。要求我讲，那在美国没问题，啊，没障碍，是在台湾印了10000本，没注的本子，啊，这个本子现在流通很广，啊，以后啊，台中联社把它加印成红色的，更清楚了，啊，更庄严。那么我们第一遍，我记得我第一遍好像是在温哥华讲的，第二遍呢，在洛杉矶讲的。啊，回到台湾之后啊，讲过2遍。啊，李老师过世，应该是10年以后，啊，讲过2遍。啊，老一代的这个法师很多都已经走了，年轻的法师不会反对。啊，那么台湾如果很多人到处都讲这个经，我告诉大家一个信息，台湾不会有灾难。啊，讲解这个经的地方有三宝加持，有农田护法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讲，无论在哪个地方，我就是讲这部经，接着讲下去。这个有卫星，有网络，对于全世界的，啊，不能够化解全世界的灾难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能把全世界的灾难减轻，啊，多少也能够减个几成吧。啊，这是一点，读的人多，讲的人多，念佛的人多，这就是福地呀。那么中段，这是这一品的中段，啊，前面一段是讲说法的理由，当中呢是说不闻推转。并劝为他演说，啊，末一段呢，受菩提戒，你看，最后受戒，给谁受戒？给大众受戒，给讲经法师受戒，给读诵受持的人受戒。我们看下面的小扣丙午，受持不退，无疑一劝。啊，受持就是慈州老法师的法师。啊，得机就是无疑，啊，没有疑惑，就得如来的受持。请看经文：若于来世，乃至正法灭世，当有众生执着善本，宜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有彼如来加为列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这一部经是广大法门，为什么？
一切经教不能度的众生，遇到这部经，统统的度。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没有比这个更稳当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。这些好处啊，我们都要记住。我为什么选这部经？为什么把一切经统统放下？而且非常小心，非常谨慎，搞了60多年了。从方老师那个地方听到佛法，到今年63年，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，教佛学院56年，一生细心谨慎。没有把握的事情不干了。我们看念老的主席，正法灭世，特别提到这一句。一代佛化了，经理、正法、相法、末法了。三个时代，嘉祥书里都说，法化一说，佛虽去世，法已未改，为正法师。佛法修行的方法，还遵照佛陀在世的那个样子，没有改变，这叫正法。佛去世久，道化我体，谓之相法。1000年以后，慢慢变质了。不纯。这是相法。相似，不纯。转伏为末，为末法师。佛灭度后2000年之后，佛的法运12000年，2000年之后，还有10000年，这是末法。所谓正者。决定有正果的人，相者似也，没有正果，但是所学习的仪呀、仪规呀，还都能保持，不能正果了，末者为也。又人王经青龙人王经青龙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都有唐朝青龙寺梁笔法师他有人王经书，人王经书里头有说明这个事情，有教有行，有果证的这正法就是有讲经的，有学习经教的，有真干的，有真正果的，这个是正法。那么有教有行呢？没有正果的。有讲经的，有学经教的，有修行的人的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
唯有其教，无形无证，名为末法。这个唯有其教是什么呢？经典啊，《大藏经》还在，没有人讲了，没有人学了。当然，没有人证，这就叫末法。啊，至于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所经历的年数，注经之说不一。青龙素、人王素，唐朝时候的人啊，距离我们现在将近1000年啊，唐朝时候的那个时候，古德勒多采用正法5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啊，那么这是世尊在经典当中所说的。下面说，说末法为10000年，如大悲经。啊，故知佛法住世尚有9000年也。啊，佛法住世往后应该还有9000年。啊，正法灭时，广指相法与末法。当前正是末法之时，此时之众生，善根熏浅，不如从前的。但其中必任由过去生中广修功德，当前供佛念佛之人，故曰：执诸善本，宜曾供养无量诸佛。啊，这就是现代啊，我们把它看作先前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，能文文了能信，能修，能往生，这是末法时代的正法。往生就是正果，除这个法门之外难了啊。一般讲一定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是以这个标准啊。那么现在修行得禅定的越来越少了，开悟的没听说一个啊，连虚云老和尚都是得定，没开悟啊！啊，他老人家往生都是定。啊，亲近弥勒菩萨，这是可靠的。啊，在他年谱里面可以看到，在生前他入定到过多少定啊，弥勒菩萨叫他下来，你还有任务啊，现在还不是来的时候
所以120岁往生多少年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大师的。